你别再给我打电话了，我心里没有你，我不爱你，我烦你，你再给我打电话我都去死。我去，你滴滴滴滴什么的，你算得漂亮不洗啊？哎呦我的妈，哎，我手机，哎，我手机，哎，喂喂，哎，大哥，我手机扔您三轮车里面去了，你帮我看一下还在不在了。哦，行。哎，没有啊。怎么可能，我亲自扔您三轮车里面去的。帅哥，真没有。那你把三轮车开回来，我自己找行不行？我又不知道你是谁。我就是刚才在路边打电话的，你给我按滴滴滴的。啊，刚才那个笨蛋货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你说谁是笨蛋货？哎呀，你开回来吧，我在路边等你了。那你现在在哪？在土地上啊。哇，快，我要回去找你吧，你站着别动啊。哦。哎，这是不是他手机？这人那可怜的都给冻硬了。我去，你问谁被冻硬了？是人家让我在这别动呢。哎，大哥，哎，我刚才动了一下，碍不碍事？哎，不碍事，不碍事。小伙子，你别找了，你手机是什么型号的？我来验证一下。最近看的华为卖的50 Pro。还真是，你能舍得买这么好手机？不是买的，我玩左脚链接的游戏领的，厂家年底重磅福利，准备了一大批华为卖的50 Pro 回馈玩家，等你到了就能领，还是官方就近发货。哇，快，这活动还有吗？有啊，不过链接在才有库存，谁要就抓紧点我左下角链接，再点里面的立即下载，5秒就能参与。现在首创领券还能领5倍积分加成和一套绝版时装武器，升级刷怪快5倍呢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这手机就是你的，该打电话拿在手里，忘了。我去，你个坏蛋货，你刚开始还不想承认呢吧？哎，是你自己扔我车里的，我好意你送回来，你不感谢我，你还污蔑我？我感谢你个屁！你刚开始就是不想承认呢。这家伙太没素质了。我得教育教育他。哎，等一会，干嘛？你刚才是怎么扔我车里的？怎么那么搞笑的？关你屁事！我就是好奇。要不这样，我给你100块钱，你重新演示一次。行，但是我跟你说了，不带后悔的哈。我刚才在路面不是用右手接电话了吗？然后你滴滴我，然后我生气了，我用左手拿起石头准备扔你车呗，谁知道扔错了，给手机扔出去了，就扔你车里面去了。怎么可能？我气那么快。要不重新扔一次？我去，你还不信啊？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我重新演示一遍给你看。行。哎，你还开着三轮往前走哈？行。嘿，你看扔进去了吧？你还不信？哎，演示完了，手机还给我吧。哎，演示完了，手机还给我吧。演示完了。